有人在网络上 po 上了这样的照片，新北市的亚东医院因为床位不够，患者在急诊室里竟然是在地上躺着被急救。那么院方出面表示救人第一，在地上急救十分钟之后呢就赶紧找到床了，但是急诊医师也无奈的透露，病患瞬间涌进医院时，一名医师最多要照顾六七十名的病患，而且这样的状况还越来越严重。到院前心肺功能停止的患者，在礼拜天上午送到亚东医院急诊室，当时居然连张床都没有，得在地上急救。惊人的一幕被医护人员拍下来 po 上网，引发热烈讨论。急诊室主任出面表示，这也是他在亚东医院服务七年以来第一次碰到这样的状况。在国内曾经发生过几次这样的情况，那当然都是因为就是瞬间病人比较多的时候，那一时这个床位调度不过来的时候才会发生这样的情形，的确是越来越严重。急诊爆量的情况越来越恶化，在这里平均每一名医师平日得照顾20到30名病患，更常见的是瞬间涌入的患者，一名医师就得照顾3倍以上的人。而在过年期间，急诊室光是一天就涌入了1200名病患。 EPR 的操作的效果在地板上跟在床上面基本上是不会有所差别，所以并没有损害到这个病人的权益。强调救人第一，但是这个画面也凸显出台湾急诊资源拥挤的困境，小病挤急诊的扭曲就医文化。医师表示这只是问题之一，复杂的系统性问题环环相扣。有人说这已经不是单一事件，希望主管机关真的看得见。